大家关心最新新闻。大拿电歌唱会上午在大拿国小的门口广场举行一场真盛大的关怀活动，现场有准备卡拉 OK， 和等待关怀民众会当来先唱歌。例如关怀民众买当参加抽奖摸彩，奖品真丰富，所以活动一开始短短一点钟，就已经有将近50名的民众来响应。大拿歌唱会一年一度的关怀活动，上午在大拿国小站的广场来登场。你以为是歌唱会来举办，现场行动的卡拉 OK 车是绝对袂使缺席的。有民众在关怀进前，是先来唱一首熟手的歌曲。而主办单位为吸引人潮，鼓励大家来关怀，是将活动布置成一场热闹的嘉年华会。美玲嘛，把这个现场哈办个像嘉年华会哈，尤其是做倒手边叫咱嘉义县。志愿工作协会诶，志愿工服务协会诶，文康车提供着真好诶娱乐活动。伫咱诶后方，那么准备了真侪足丰富诶奖品吼，包括着即个铁马、电风，包括着咖啡机，啊，搁有立奇诶即个洗衣精，真侪拢是咱日常用诶着诶用品，足实用诶。因为活动个举办在大拿镇市区，加上是假日，活动开始短短一点钟，个已经有将近50名民众完成关怀，甚至在关怀车的外面，个民众等领着号码牌，要排队等待关怀。另外，现场是出现着定定关怀的热心人士，大家拢真欢喜，会使为社会贡献心力。因为我算即个关怀几啊届啊，所以讲，我拢时常嘛在关怀啊。啊，今日都有休困哦，啊都遮都在办这個关怀活动哦，啊怎样来参加？这场活动是对透早9点一直持续到下晡5点，除了有丰富的摸彩奖品，前250名完成关怀的民众，可以得到免费的洗衫巾。你活动带好办在假日，所以参加关怀人潮袂少，加上气氛是真热闹，是得到民众热烈的响应。最新新闻，陈凯华大拿顶采访报道。